我一定会康复的。妈妈，哎，我给你挑了哇。你给我挑不嘛呀？对。好，小人子上灯台，偷油吃，小布人喵喵喵，包来了，你不如滚下来。你好棒，你走过来，妈妈问你。好，等一分钟。好的，等一分钟。你要说，两个数。一。二，豆豆，你喜欢跳舞吗？喜欢。等以后你康复好了，妈妈带你去学跳舞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一定会康复的。加油啊，宝贝儿！加油，妈妈。嗯。我们一起加油吧。加油吧。我得去走路跳舞啦。啊，去吧。累了就休息一会儿嘛。那是哪里累了哟？是我刚才手臂有点痛。哦，那就不用手好不好？嗯，去吧，累了就要休息会儿，听到没有？哎，慢一点。妈妈，你听妈妈跟你讲，咱们休息一会儿嘛。走路是一辈子的事情，又不是一天能够就走完了的，你觉得呢？好的，听到了没有？累了就什么？嗯。举重，好，好，好。